这出的名叫做饭后一杯烧仙草。这小些烧仙草对身体到底唔知什么好处嘛？唔知开开，来打开之后，一这简单诶哦，它会结晶的哦。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最香哦。然后这个我们把它加进去哦，加进去就这样噗噗哦，噗进去。哦，安尼，非常之赞。这料还算足济呢，一杯40块。这间唔只好食，但是料啊很 Q 弹，啊花生又很香，啊那个鱼啊吼，够足 Q 的，啊烧仙草啊，无啥会甜啊，吃起来算是微糖的。芋头，嗯，这个芋头也很鲜，啊，还不错，我就家里吃个这个烧仙草小确幸，谢谢大家。